米亚信仰当中，很了解神明为着保护掠的土地，甚至牺牲的性命。虽然唔知掠到无名英雄的命诶，但是安尼祈祷，相信感恩惜福的心，胸怀掠到米米亚精神，也全延续记得对掠的土地无可乞讨的情感。故说安尼必须要掠分，勤苦奋斗，不忘本，忍受思念心情，传承给后代子孙。也把米米亚精神做得发扬光大，把客家文化传承做得源远流长。今年客家文化节，加上弘扬米米亚保乡卫土的重义精神，要引发大家对客家文化的痛惜，同时也加上对米米亚的祈福祭拜，必要到了的土地上所有的民众，最后到飘扬的客家歌谣声中，心属相连，向下唱出属于所有客家人的希望。也是所有民众的希望。